本时刻继续开题，今天玩一个草熟的明明做的地图。这为啥要草熟明明呢？让我查查迷你百科。哦，原来明是茶的意思，草茶叶。懂啦懂啦。哎，这跑酷挺短的耶，一眼就玩到终点呢。明明不是我说你啊，做的这么简单，还好意思考验我这个大神玩家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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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别这样别这样，我哼，明明有没有搞错哟，第一关就来武士没化妆，一节还比一节高，这难度起码六颗星。冷静冷静，深吸一口气，退后加速，助力冲刺。我的妈呀，总算上去了。明明啊明明啊，知道你的地图为啥这么少人玩吗？第一关不能设计这么难的，高手都不一定能上去，要改一改哟。第二关反怪跳跃，两个小距离跳，这关才适合做第一关嘛。什么鬼哟，怎么越来越简单啦？长条一个跳，这是萌新练习的。俗话说的对，万事开头难，这关是镜像跳跃，下面的方块距离有点远，想象力不够的小伙伴很容易就失误咯。啊，怎么死亡会掉落物品的？一下子难度增大了30倍，毕竟没了烤鸡，一般来说这关起码要失误50次才能练出手感。不过我不需要50次，10次就够了。看准距离，蹬着大长腿奋力跳，加足马力，正好能跳到3格。有惊无险过来啦。最后一个考验百段跳，正常重力下我的节奏是跳不上去，果断选择左臂通道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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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呀，连作弊都不给。嗯，死亡都能掉落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方块能撸？嘿嘿，果然如此，明明确实没有设计，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哦耶，成功通关，希望下次做图的小伙伴更坑更好玩哦。